其实就已经是蛮，真的是有点卡，真的卡住了，真的卡住哎。Test gate 啊啊！不要乱叫。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个实测，因为我最近滑 TikTok 常看到一个女生，日本女生，她最近很红，她在路上呢常常会被栏杆卡住。到底什么鬼？她到底怎么被栏杆卡住的呢？就像这个影片这样。等一下，来，太烂了！为什么要走那里过？出不来哎，卡住哎，当然卡住哎，到底怎么卡的？今天我就来实测，女生到底会不会被栏杆给卡住呢？什么鬼实测？对，然后那个女生呢，通常都会背斜背带。哦，就跟我一样，所以我背斜背带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请妮妮学姐也背了斜背带。啊 ，Scott，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实测吧。好了，好的。刚刚找了很久。找了一个两根比较像的，比较像的这边，它靠比较近。它有个影片，就是它从这里面卡住出不来。是，那请你先卡进去。好，我们一个情境就是旁边都没路了，可是你要从这边进去。啊啊，很紧，好粗啊，打没打没、啊啊，真的出不来吗？啊啊、没有啊。做一个，怎么可能会卡住？然后它下个影片是这个，横的栏杆。为什么要进去？请问怎么卡进？为什么要进去？怎么卡进去的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栏杆，横的栏杆，1:1还原栏杆，来，来，先卡进去。哎，不是哎，这不是出来很难，这连卡进去都很难哎。看，然后就这样完全卡住。啊，废话，这还会卡住？这是真的卡住啊！这怎么出去？你告诉我的脚在这里，我的身体在这里，我要怎么出去？就往后出去啊！不行啊，也不行啊，不然这样出去吗？啊！助けて！助けて！啊啊！不要乱叫！哈路人侧目。没有，阿公完全不理我哎。往前是出不来的。这个猪往前是出得来的，这是魔术的，这等于这个杆子会穿透我的身体。那往后是出得去，往后吗？往回走。你说像这样子？不是。往后就是我刚进来的方式了吧？哦，就只能脚回去的。对啊，啊就不要进来啊，就不要进来就不会卡住的。原来如此，哦，发现了。很近的绳之杆，两个杆子，究竟过不过得去呢？请卡住。究竟会被宝宝吸呢？我是先摔倒的。对啊，先摔倒。哎，这其实就已经是蛮，真的是有点卡了。Okay. 哦，因为还有一个包包啦。卡住了啦。卡住了啦。真的卡住了。真的卡住哎。哎，这卡的是包包啦。过一下。这样。好。卡住都是包包，嗯，偏卡那边，偏卡那边。可是到底为什么要从这边过？可是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要从这边过？请问，为什么要从这边过？为什么？Non più trai farfalloni amoroso, notte giorno di torno girando,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, ma ci sei tu a tuo giro d'amore. 左手边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组， yeah. 然后右手边就是我们第二组。耶、yeah. ！好，我们刚刚比那个，好的。哈哈哈！无聊。赛前的宣言。彩虹。虽然我个子矮啊，我弟赢得过你的、啊。小芝麻的优势，我们高个也有的哈。我告诉你，年轻哦，就是敏捷力快、啊。好了，开始了。那请我们的第一组派出一个代表。好，就是你了。你先，我们两个一起啊，快点啊！好了，
好了。哎呦呦！草莓会不会掉？很堵的哎、欸。草莓掉了，它的就这里了。啊，这个萝卜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前面真的是完全接不太到的，他脚打很开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哎、欸，这个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要所以要那个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，有有有，哎，来来来，茄子，这个后面好接的啦 ，OK 的啦。全部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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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来啊，垫脚尖，太可爱了，好久了，我不叫草莓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怎么会这样？是我算赢了吗？好了，算有啊。耶，草莓不掉，掉了几个？来，听个游戏，我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